准备一个养不好鱼的空缸，在缸底打上发泡胶，在缸的底部放上格子板，在缸的两边摆上准备好的青龙石，并用骨架胶连接在一起，所有缝隙底部塞入生化棉，用发泡胶堵住所有缝隙，并流出生化棉过水，去掉水泵调水开关，换成生化棉，在缸底放入水泵，放入青石做出水位，放入干水台并找平，在后面两块石头打上发泡胶，放一块修剪好的格子板，在格子板上面打满发泡胶，铺上提前泡好的干水台，找个东西把所有水台按紧，在水台上面倒入赤鱼土，用骨架胶把出水口和石头连接在一起，放入雾化仓，在雾化仓的两边各放一块青龙石，随便再点缀几块青龙石，用发泡胶把石头和雾化仓连接在一起，放入雾化器，把小的出水口接上三通放进雾化仓，找一块生化棉盖住雾化仓，放一颗狼尾蕨，放一颗迷你椰子，再放一颗狼尾蕨，用赤鱼土盖住所有根部，用纯净水把赤鱼土浇湿，找一块短绒苔藓盖住雾化仓，用提前准备好的短绒苔藓盖住所有赤鱼土，用纯净水把苔藓喷透，在缸底铺上吸流沙，倒入准备好的纯净水，打开水泵测试水流，打开雾化器测试雾化效果，再放上一个钓鱼的老头，打开后背灯看效果，放上几条可爱的小鱼，最后再吹上一口仙气，完成。关上灯看看效果也不错。